强找阿军不？说实话，来倒数五个数给大家下，五四三二。你们知道吗？我觉得我都很愧疚，我本来不开播的。然后呢，我想开播，阿强可不让我开，他说有些这样那样的黑粉怎么样子，然后每次我开播呀怎么样子，然后现在我开播了，然后让阿强哥这么生气，我都感觉没有。说实话，我刚刚也有点，就是有点激动嘛。说实话，平时我也是很温柔的，是吧？我平时也是很温柔的对的啊。刚刚是有点那个没沉住气，对不起啊。你们拿回去喝，如果它是苦的、涩的，没有一股菌香味。冲了过后没有油花，阿强，我下了一单，谢谢啊，三天左右就到，好不好？来，三天左右，风中有你，姐姐。数三个数，直接下掉啊，姐姐们，加加吃法和作用是吧？作用用用，它就是，反正就是吃了像手机壳保护手机一样的好，我只能这么跟你说。而且你的小干干，那个山羊知道吧？山里面的山羊，大山羊、小山羊，听得懂不？姐姐们，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不？大山羊。山上的山羊哈，小山羊一定要去吃，知道不？姐姐阿姨们，免免力抵抵力比较低的一定要去吃。它有什么盐什么黏什么益增什么免什么力，姐姐阿姨们这样子说你们听得懂吧哈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不香不沉的一定要去喝，我跟你们讲真的，你喝了一个星期过后，您的气气色色，您的精精神神都会非常的好。来，不多说了，再说我要被关小黑屋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佳琪发话，明天就给你发话，数五个数。我原来拍的还没喝，还能吃吗？多久了？多久了？保质期是一年啊，保质期一年，十二个月啊，朋友们。知道说明白一点，再说明白一点会被封号的，知道不？姐姐阿姨们，对的，你们知道的可以帮阿军打出来一下，因为新进来的姐姐阿姨们他们不知道，今天这个是头道粉啊，今年的新粉。今年的新粉没有几个人有，我跟你们讲，而且别人收到新粉都是卖的198半斤，我昨天都卖的是198一斤。昨天，哎，昨天还是前天？我昨天直播没有？昨天没播，没播前天。昨天没人气我，因为我230收的。昨天、前天阿强哥补贴了过后是198一斤上的，今天晚上阿强哥又给你们加大了力度，直接168。下次这个价格肯定是没有了的哈，姐姐阿姨们，新粉的话，来数三个数，直接给你们下车。如果说您的小胃胃不好，我们就饭后去吃；小胃胃好，我们就饭前吃，睡前半小时吃，早上3克，晚上睡前3克，顶呱呱的。我跟你讲，跳广场舞你都要跳的精神一点。最后一单啊，三个数直接给你们下掉了，就没有了哈。3、2、1，没有了，朋友们。是的，刚刚阿全宝知道吧？都说了，气到我了，我真的我这个人。不受气的，有那个贝贝吗？没有那个贝贝，但是你们知道云南什么最出名吗？麻麻，那个花椒好麻麻。你们知道云南什么最出名吗？姐姐阿姨们，我收了一点，但是不能拿出来，拿出来会被咔嚓关掉。那个野生麻麻，你们知道不？你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那个麻麻，听得懂的就可以给他上两单，你听不懂的我们就算了，因为那个我会被。咔嚓掉，知道吧？所以说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给你们。你们知道什么是麻麻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那个老药打出来了，老药，对对对，就是老药打的那两个字。你们平时煲汤啊，啥眩眩晕晕的那些都可以的。你别说话，我要被你吓死了。走吧，我们边走吧，边走边跟大家聊天。哦不，我就要跟大家聊好，我要专心的跟大家聊。边走边聊，我说。我还没吃完，这次吃的应该怎么补充？我是静雅，欢迎静雅阿姨，我们就可以。不拆封，您就正常的存放在那里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不拆封，正常的放在那里就行了哈，姐姐阿姨们。静雅姐姐，你那个上次买的还没吃完，应该怎么保存是吧？你把保存在那个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，不要潮湿的地方就行了，不要那个打结啊、打块啊这种都可以。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哈。对，那个什么麻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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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阿姨们，我说了一点，但是不能拿出来。这边在这个是很出名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不能拿出来呀，拿出来我会被咔嚓掉。所以说你们有想要的，你们就可以自己组织起来，我可以给你们迅速的上5秒钟，我就下掉。是的，妈妈。那个天天，别说妈妈了，说天天吧。好，那个天天妈妈。那个天天，因为那个对大家都知道炖鸽子，对不对？天天炖鸽子是特别对这个没坐好月子的。哎呀，要不要？要的，把那个药字打起来，我给大家也搞波福利。回去了，搞波福利，我阿全妈妈回去了。在这边是很出名的，妈妈的话在这边。要不要？要的，打这个药字。
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听得懂的人都知道。我只统计，然后我就只上几单，好不好？哇，太有用了，那个百合太有用了，知道吧？你一定要喝一个星期，你就回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好与不好，你都来找我，好不好？让我知道。这个妈妈，我做不了链接了。药，三个人打药是吧？这妈妈，我做不了链接了。这妈妈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有。能做吗？没有，做不了，做不了。我看一下能做的。做不了的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教你的还不教会的，没有那个妈妈，只有豆豆的。哦，做不了。做不了，只有那个豆豆。来，我做那个豆豆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。来。那就算了。今天我去年买了，还没开始吃，你得吃豆豆要不要？豆豆要不要？对啊，语音前天买198，今天168，对不起，真的，你给我做个证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今天为什么168吗？阿强哥被别人激怒了，我真的瘦成230的。那个豆豆有豆豆可以做链接，我豆豆能做链接。豆豆就只有四两。没事，就四单嘛，要的打个要字，朋友们。哪有四单啊？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豆豆啊，直接是二两的给大家炖鸡吃。那个妈妈，你炖鸡吃，然后那个炖那个排骨呀啥的吃，很好的，真的。你们去网上搜索一下嘛。豆豆要不要？啊，不上了，豆豆不上，好吧？我们回去了。我们这个青青草，他说想要豆豆。那我就上在那里，大家去拍吧。这样子吧，豆豆的话，我跟你们讲吧。我就上在那里，大家去拍，行吧？不行，青青草这样子的，你们知道豆豆它有什么好吗？小朋友可以吃，孕妇可以吃，这样子的，对，小孩可以吃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痛痛的那啥的都可以去吃，知道不，姐姐阿姨们？那个豆豆的话呢，然后呢，现在也是被保护起来的，所以说为什么不拿出来，被保护的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然后我们那三年戴了口罩阳阳过的人是一定要去吃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肺肺都没有以前大，不如从前了，大不如从前了，动不动就开始我一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的就那样子的，是一定要去吃的。肺肺动大家知道是什么不？穿来，想要的姐姐阿姨们打个药字吧，那个你们都知道的，在外面卖成多少钱一斤，几千块钱一斤的。今天我们直播间想要公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公的反义词是母呀。对啊，那个贝贝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哦、贝贝、哦、公的反义词、哦。三个人打药，那这样子啊，强哥做个链接、啊，这样子吧。我们平时的话呢，更好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豹子粉，百合姐姐，豹子粉哈。外面啊，说实话，外面去是。外面去是3到5块钱一粒，3到5块钱一粒，3-5千块钱一斤，对，几千块钱一斤，3200一斤。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地方，我今天直接这样子吧，阿群梦，多的不要说，你这么晚了，咱们上一波就回去了，把这个上了我们就走了，好不好？天也黑了，好不好？都还没吃饭，说实话，外面3到5块钱一粒，今天咱们直接1两是150粒左右，咱们2两2两的给大家，让大家拿回去都有备着，都能够备着。不备之需，以后你们任何一个直播间绝对买不到，直接2两300粒左右给大家上，直接一个体验价格，直接的一个回馈老粉的回馈，一个恩人的价格，直接169。到时候你疯了，我们之前都卖到169一两，人家外面都300块钱一两了。没事了，我做给那个黑粉看，那黑粉现在还在直播间，我看着他了，他要张钻。那外面都卖300块钱一两了，我走了。来，朋友们，准备手速，准备网速，就上三单。啊，169，到手2两300粒左右，3、2、1，上链接了，自己去拍啊，可以了，朋友们。我的天哪，姐姐阿姨们，我坐一下，我的天哪，给你们上车了哈，姐姐们，给你们上车了，你们自己去拍，
可以了，上上去了啊，朋友们。链接给你们弹出来了，明天300例左右，明天就给你们发话哈。来，给我背起来，给我明天就给你们发话，没给你们看，我把这个背起来，家人们没给你们看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收到货支持你们退货。你们看，我们现在黑黢黢的还在山上，我们不是来卖货的，就是看到好多姐姐有没有需要，其他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背背兜啊，这个这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直播间你们都买不到了的，姐姐有没有真的？背什么？任何一个人的直播间。背什么弓的弓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弓的反义词是什么？背弓的反义词，背弓的反义词。你们自己去拍哈，现在只有两单了，姐姐们真的没有给你们多上，真的，以后你们也买不到，你们放心，今天拍了的，明天背弓的反义词啊，朋友们，背弓的反义词、哦、知道吧？这个是背弓的反义词，到手是外面是3到5块钱一粒，今天阿强给大家上的是二两是300粒左右啊。你们收的话，它不是纯白的哈，姐姐阿姨们，我拉吧。你们收的话，它不是纯白的。好大一只老鼠，好。好大一只老鼠，这山上。你们收到货的话，它不是纯白的，纯白的那种是牛黄熏过、药物漂过的。我们这个是纯阳光自然晒干的，就看起来有点像发霉的感觉。但是这才是正宗的高山上的啊，姐姐阿姨们，来，哇，现在只是最后一单了，我来拿吧。只是最后一单了，只是最后一单了。我来拿吧，最后一单你们自己去拍。照不到你啊，你黑的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他们看不到你啊。没事，最后一单了哈，姐姐阿姨们。然后的话呢，以后也不会上，你们可以去任何一个直播间上一下。知道这个是什么？来，这个链。链接里面知道是什么的拍了的姐姐阿姨们，帮我们把这两个字打在公屏上、嗯、帮我们把这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给我们新进来的不知道的人去拍背弓的反义词。背弓的反义词是什么？那种一定要去拍。是的哈，是的。还有就是那个三年洋洋了，戴个那个口罩的，一定要去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那个已经有些白白了，知道吧？有些是的。就是别在人家这里哈哈哈的，你在这里哈哈哈的，就是我们呼吸，就是我们那个，哎呀，姐姐阿姨，那么我给为了讲的让你们清楚一点，我容易吗？真的哈、啊，来15个数给你们下掉了，以后也不给你们上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真的，我前两天开播我也没给大家上的，真的，特别是我们这个。经常像吞刀片一样的，知道吧？吞刀片一样的，然后这里就，痛得很，不知道怎么办了的，知道吧？嗯，支什么？来，什么？路灯，妈妈，哎呀，路灯，这里有路灯，姐姐阿姨们，我们太不容易了，这里有路灯，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支什么？慢什么？什么盐？什么气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懂了吧，姐姐阿姨们哈，那个就自己去拍，是5个数，给大家下车了，不好意思就没有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来，5、4，拍得到了就有，拍不到了就没有了，3，买了，好的，怎么吃？对哦，还没教大家怎么吃哈，来，现在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去拍，我教大家怎么吃，教完了过后直接迅速下掉啊，姐姐阿姨们，我们拿回去直接干嚼，大人嚼8颗，小孩子嚼3到5颗就可以了，知道不？第一个吃法是干嚼，它是苦的哈，苦的它才是正宗的哈，它是苦的才是正宗的。然后第二步就是怎么吃呢？冰糖炖雪梨，它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样子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去吃呢，姐姐阿姨们？把雪梨划开，挖一个洞过后，把这个贝贝豆直接碾碎了过后，然后呢放在那里面加点冰糖一起直接拿去炖，知道吧？然后就是蒸雪梨嘛，姐姐阿姨们听得懂吗？蒸雪梨直接这样子去吃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吃个3-4次左右，哇，这里倒数5个数给大家下了吧，来，5个数直接给你们下了，就不会再给你们上了哈，五四下掉哈，3、2、1，直接给大家下掉就没有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真的多的一点都不给大家上的。我帽子掉了。其他直播间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任何一个直播间敢卖呀！我跟你们讲，没有任何一个直播间敢卖。今天我卖了过后，我也不会再给大家卖了，姐姐阿姨们，我也不是卖，我本来都卖的169一两，阿强哥还给你们上了2两。好了，知道吧？下了啊，下了。多的一单都没有了的，今天你们买到的都。谢谢阿强哥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多的不说吗？谢谢你们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，朋友们。多的不说吗？我们有是有，做不了链接，粤语姐姐做不了链接，
明天吧，你们想要那个什么麻麻的，我明天给你们做个链接，你们自己去拍好不好？今天现在做不了，这里那边黑了，在这里说了再给大家过去好不好？我还是我们边说边走嘞，那边黑了，天黑了看不见。哎呀，那我们就回去了好不好？我累得不行了。不是你跟黑粉那么大吼大叫的吃什么？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一路陪着我和阿群茂。说实话，天黑了，姐姐们，我们打着手电筒的，真的。对，我们打着手电筒，还好这里有个路灯。我们在山上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回去好不好？明天什么时间？明天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因为我明天我不一定有时间，只要他公司里面在忙，他在做事情，我就陪着他。他没试过，我就拉着他上山这样子的，所以我具体不知道什么时间，你明天可以就是锁定一下啊，姐家姨们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全部打个拜拜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那我们先走了，这里过去就天黑了，过去就黑了，黑了，我们还要走下去，走下去的话他还要开车。是的。好不好，姐家姨们？那给大家说个，真的，谢谢，谢谢。阿群茂越来越不喜欢你，我好喜欢你啊！又来个黑粉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喜欢你啊，真的，怎么办？没事，然后全部打个拜拜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我们就先下了，我们就先回去，明天再给大家播。聊聊天。明天有时间，我答应大家，我主动给大家直播，好不好？来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和陪伴，谢谢，对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真心啊，早点休息，把就是。保重身体啊，叔叔阿姨们，保重身体，拜拜。姐姐阿姨们一定要答应我，那个豹子粉收到货了过后，不要放着，一定要吃起来，好不好？拜拜，要吃起来，拜拜，真的对你们太好了。拜拜，啊、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先回去哈。拜拜。掰了半天，我们都舍不得。